大家，我是藤原不卖豆腐。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呢，我们人在哪里？在基隆。那基隆来这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是顺便来这边来踩点。那踩点来的时候呢，就一定会来吃什么呢？金龙肉羹。对，金龙肉羹。那这个老板呢，相当的特别。为什么特别呢？因为他也是骑 GoGo， 那也是我们的车友之一。那他算是在地的 GoGo 车友群里面，算是蛮有知名度的，连店都有知名度，连车子也有知名度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吃金龙肉羹。那等一下呢，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有点什么东西。那基本上呢，之前我们已经吃了非常多次的，百吃不腻。那现在今天呢，就人潮非常的多，那我们还是吃给大家看好了。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啦，反正呢有车友来就记得要来这边呢、啊。来，小健，你可以吃一下吗？可以啊、哦、可以啊、哦、哦，你看这个肉羹。啊、肉羹怎样？你不要一直笑好不好？肉羹很大一点，对，很大一条，所以你要用吞的还是含的，还是用吸的？我没办法，因为我怕烫。所以你是用咬的咯？嗯，很有咬劲。大伟，你是点什么？干面跟肉羹汤，这是一个不错的组合。干面很好吃，汤但是也是很好吃。请问小健，你欠我三回。好，他不想回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伯特，我是点肉羹面，然后他的肉羹是很手工的，然后重点是他这个汤，他这个汤勾芡没有勾的很多，所以有点这样汤汤的，然后吃起来算健康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小菜。刚伯特已经讲完介绍这些基本的，那我们还要点一些小菜，就是卤味、猪脚肉，是必点的，所以啊、哦，同学，车友们、记得要来点一下。我怎么会叫同学？因为平常都在学校拍照，所以看到任何人就会讲同学两个字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了，那我们现在已经算提早到了，所以就是早一点吃啊。等一下就要前往金山去踩新的点啊、哦，我们就沿路踩回去，就绕一圈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。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呢，接着就来到金山老街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一进来的，从这边算是从尾啊，头还是尾？哦，我不清楚。那我们现在是来到慈悟宫这边来。那我们基本上呢，每次到处跑呢，有遇到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来诚心的来稍微拜一下，这样子请求，就是说我们整路上踩点啊、骑车啊、割车又能够平安顺利。重点是不要下雨。对，重点不要下雨。今天好死不死又遇到下雨了，就是这个人带。最好那我们就是一起双手合十，一起膜拜一下咯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接着呢就要去逛金山老街啦，所以呢准备就跟着我们一起走了，准备 Let's go、wow. 好了，没想到走到第一摊呢，突然这个人又开始嘴馋了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吃吃喝喝了，然后现在第一餐就先来买糖葫芦了。好，就跨摊了。哎，上面就有价钱，还在问人家多少。同学不要这样学哦。哎，你们要哪一只？哎，吃蜜饯的。哎，还没付钱就想吃了，先吃一颗好了。哎，还没付钱吗？你付了吗？还没。哦。你赶快快，大伟快快，有人要请啊，有人要请，赶快啊！那个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拿到一个口味的，那你的是鲜章，我是番茄，等不及要吃一口，那我准备要拿草莓来吃，草莓，哇！小健记得要付钱，哎呦，低下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吃给你看，吃给你羡慕。来啊来啊！Those were the ways. So take me back.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沿路走，沿路吃。那现在这一间又是大伟所推荐的，就是芋圆丸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碗芋圆有多么大颗呢？超级大，这么大，比你下面没有，比你上面跟下面那两颗都很大。然后就看你是哪个罩杯眼睛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准备要来开吃的、啊。哇！它整碗下面的都是鲜草，那我现在是吃原味的，我们来吃看看呢。鲜草味道非常的自然够味，对，不会甜。
然后我现在是还没有加奶球，所以我先吃一下原味的味道，看看。其实我觉得原味也蛮好吃。然后它的大芋圆也很 Q， 大芋圆超级大颗的。我现在来吃一下，你看这一颗那么大颗。没有，布灵布灵的，大颗哦。哎、欸，不要挡我的镜头，好，这件大颗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挡我的镜头？好，我现在吃一颗啦。带他的哥一口吃不下去，我就分两口来吃一下。芋头味道非常的香，嗯 ，Q 度还不错，蛮有咬劲的。哦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都蛮扎实的？加奶，好，等一下我先要来加奶了。我要准备买冷冻回去吃，因为很多人没吃过啊，买回去给家人吃吃看。我也是第一次吃过这么大颗的哦。360，是我一盒，我一盒，老板娘一盒。吃完预约完呢，接着就要往回走啦。刚刚伯特呢又有买了还没有煮过的，这个人非常的狗腿哦，买了其他人，然后我每次跟他出来的时候，他都一定会帮他的老板娘买一盒，不管马吉或什么吃的都会买，所以老板娘记得帮伯特加薪拿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继续走，加多一点薪我们才可以有东西，对，加多一点薪、加多一点薪，然后他有钱就可以请我们吃东西啊、哦、老板娘谢谢你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接着继续逛回去啦。两杯低糖青草茶，一杯无糖，一杯低糖，一杯对，还有一杯柠檬汁。现在又是伯特带我们吃吃喝喝啦，然后这是他推荐的喝的青草茶，还说骑车都会瘦。对，哪有，真的不相信越骑越瘦了。你看我的肚子。好嘞，这个已经以我的目测大概已经怀孕大概怎么又没有了。从一开始到现在吃吃喝跟骑车这样子跟伯特出来的话，真的还没有瘦过啦、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柠檬汁大我一点的，清凉好喝。那我点的是低糖青草茶，不是血糖低哦。会干火，帮你抓，弄不出来。可以吧？哦，现在有人不让我喝饮料了，连个吸管套都抽不出来，这有没有天理啊？用把的，用把的。好，我们来喝看看呢、啊。非常的青草茶，很有味道，跟我一般喝的不太一样。我需要习惯一下，跟一般的都喝甜。对啊，大家都习惯喝甜。好，谢谢啊、喔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吃吃喝喝啦。我现在走过，边走边逛，那突然又看到后面这一家有卖花生、跟菱角、跟玉米。可是呢，我觉得看起来感觉是非常好吃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吃到超饱的。我现在只能沿路这样看着美食，然后没办法吃，因为都被这几个养饱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以后可不可以稍微冷静一点，不要那么冲动，一直吃一堆东西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逛啦、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又要往回走啦，因为有人他要买菱角啦。啊，为什么刚刚不先买呢？我们现在要走回去啊，反正刚好吃饱可以运动一下，这样比较好走。我们陪大伟去买一下菱角。谢谢。一包菱角，然后三个玉米哈，好，我多送你几个哈，这个每一个都帮你剥好哈。好的，现在大伟已经买起来了哦，疯狂的买。拍谁？我要买饼干。啊，又是这个很贱的人，叫小贱的，他也要跟着一起买起来了。然后老板娘还有多送我们几个哦，还要帮我们剥好菱角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吃起来了。在花市那边买，我们要三合一，三合一组合。有没丢死？你知道我食到只饱，还没看这看到困去，我来讲。回家给家人吃。开吃啊！啊，免客气啊，可以。啊，我就无手，你要叫我吃死哦。交给你了。好哇，啊，现在我们就拿到菱角了，然后已经都剥好了，所以拿下来要吃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轻便。为什么我没有？靠背啊，要照我啦，你自己拍干什么啦？大伟就想肯定的。嗯，哎、欸，别卖哦、喔。大伟的。不然嗯吗、啊？吃美食不就一直卖嗯来嗯去的吗？好啊。啊哎、欸，有拍到吗？啊，那吃东西总是会紧张嘛，饱到手会抖，你知道，吃到手会抖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一样嘛，就给请老板娘解决一下說，说能不能再补一颗。谢谢。哎、欸，阿贝拉记者问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即将就是已经逛完街的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每个人几乎都有拿一些欧米亚给，有没有？那像伯特这边啊、哦，然后记得老板娘一定要记得加薪哦，这样我们才有的吃，有的玩。
这个说哈、okay. 他说还没吃饱啦，然后现在一直狂吃，然后他还想要继续吃，那、啊、算了啦，这个也没办法，这已经没救 了、啊、沒救了。大伟也是买了一堆非常对非常的孝敬他的家人，带回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要回程啦、啊、下一次下没来什么下一次一定讲啊，请自己 Google 其他有没有啊，记得啊，自己 Google 去啦，我们不想讲了，不要，拜拜啦，拜拜。